哈，雖然呢我就冇儲呢個朗膠嘅，或者叫 design toys 嘅，但係咧我今日咧揾咗啲 Angel Abby 咧，就幫我哋即係揾咗幾位 artist 咧，佢哋即係都好出名嘅，嚟自日本嘅 artist 同你做訪問嘅。咁其中一位咧就係呢個叫做 Kake Rui 嘅 Rui 神，係。哦，下次咩乜先多咗 Yellow School 啊？其實我識日文嘅，就係不過就係呢句嘅啫，哈哈，完啦。OK， 咁要教翻我哋，俾翻我哋即係幫幫手啦。咁誒，我想問咧，其實第幾次嚟香港？請問那個空嘅下次咩地喺香港嚟？香港係第一次嚟香港。第一次嚟香港，咁其實你覺得香港嗰啲 fans 咧，有冇日本啲 fans 咁瘋狂咧？那個香港嘅 fans 都那個日本嘅 fans 哇，多次那個那個那度。かけるいさんモロが好きだから香港 I am 人気ゼロ冇人嚟啊佢日本はちょっと日本有少少、哦、香港未有少好好謙虛啊好謙虛啊佢非常謙虛因為其實應該佢呢啲嘢賣曬噶嘛都係都係啊係係 OK 咁啊佢頭先佢就話即係佢啊香港人氣冇佢話日本有少少咁樣係咪啊啊真係非常謙虛但我想問其實佢啲設計產品嘅靈感係嚟自邊度咧？自分の装備商品を作ったあのきっかけ、なんかアイディアとかはなぜ？スズメ、はい、スパロー、スズメが超好き。あ、佢好中意啲麻雀，所以佢就整咗只叫做歷史嘅 character 咁樣。相撲も好き。誒，相撲，哦，雙搏手。雙角手都中意，咁所以將兩個融合埋一齊做一個主題，做一件浪膠出嚟咯。スズメは可愛い。啊。相撲は強い。だから。ドッキング。啊。佢最高ミラクル。佢話因為嗰個麻雀係好得意嘅嘢啦，跟住雙角手係好即係好 strong 嘅嘢，兩個撞埋一齊會有啲化學作用做出嚟咁樣，所以佢就做呢個 character 出嚟。Yes。得噶啦。咁頭先佢就講咗幾樣嘢啦，就係佢嘅靈感啊嚟自麻雀啦，同埋雙撲手啦。咁啊，好明顯喺佢嘅作品裏邊咧，都影即係反映咗出嚟噶啦。咁其實咧，我想問一下咧，阿卡利烏利神咧，即係嚇，即係其實佢嚟緊咧喺2018年咧，會唔會有啲新即係另外啲概念嘅作品出現咧？なんか来年は新しいキャラクターをもう作っていませんか？来週は作れます。佢下個禮拜就已經會開始整啦，整一個新嘅 character 出嚟。可唔可以預告係咩嚟嘅咧？なんかちょっと今少し話してもいいですか？なんか新しいキャラクターのアイディアとか。ああ、OK OK。はい。鎌倉。鎌倉は。ジャパニーズスノードーム。鎌倉。鎌倉。鎌倉。なんかマラムさん。嗱，我冇聽到咧，就應該就係佢係雪人，雪人同埋喺個餐廳入面食緊嘢嘅人。係啊，係我咁聽到啦。我都好似係咁上下啦。Snowdog啊嘛，係雪人係咪？愛哦愛雪屋哦。是一個日本的、某些區域的祭典來的他們在、大雪的時候呢會有些、雪做的好像我斯基摩人的雪屋呢裡面呢就、烤東西吃樣的哦是啊是 啊, 是啊哇 Walker 好東西啊 Walker 又出手很神奇地是啦、啊、日本北方的東西啊 Walker 有 Walker 就如一寶啦是啦、啊、又可以解釋到你問題 OK 加到如一寶除了這個作品之外其實我想問你其實這麼久以來你自己最喜歡哪個作品なんか今までは一番大好きのキャラクターはどれ？全部。全部啊！好，即係好率性啊！呢個設計師哥哥咧，咁啊，即係佢嚟緊咧，除咗即係佢好直接答你咧，就話呢個係全部都中意。咁我覺得啱嘅，即係唔通話自己一啲唔中意咩好？咁咧，我想好多謝啊！今日咧即係接受我哋訪問啦嚇、啊，我哋係嗱，大家唔好走開，其實我哋會繼續有其他嘅 artist 會接受訪問嘅喎、啊。我哋停唔停機住咧？我哋。係啦，好多謝曬你嚇，阿李哥多，thank you，好，係直落啊，係直落大哥好啊。
即係 connect 係哦，呢、這個係呢、這個，哦哦，好好好，即係萬能杯收都已經，係係係 ，OK OK， 咁啊，咁啊，哇 ，OK 呢個位得啦，都得啦，係啦，我調轉，一轉，好啦，咁咧嗱，又令到第二位啦，咁第二位咧，咁啊又有經理人啦，又有一個美女喎，呢係啦，小夏屋啊，係、哎、我真係呢、這個係美女設計師啊，咁啊咁啊，佢唔識聽我就咁亂咁講啦，咁咁咧其實又要牢牢防翻嘢啦，其實我想問。佢而家咧總共設計咗幾多個作品咧？你講係朗膠嘅定咩啊？你朗膠咯，佢有其他作品嘅喎。因為佢其實呢啲全部係畫變做朗膠嘅。係係。哦 ，OK， 明白。問我諗，我諗佢集中翻喺朗膠船上邊先啦。OK。伊媽媽的話，那個Sofubi character 話 ，Lango 作的。啊 ，Lango。Lango。Lang 修理。哦。Maybe around the 10 different times. 咁啊，經理就話大概十個度。咁其實咧，而家我佢創作概念啊，佢創作概念係喺邊度嚟嘅咧？那個基本咯，那個 design 嗰度啲きっかけがありませんか？那個 idea とかちょっと教えて。あの小夏さんは、日本語でいい？日本語で説明して。あ、いやいやいや。あの小夏さんは。動物をそのまま動物の可愛いところをそのままソフビにしたかった、はい、だから見た目がほとんど猫でしょ、はい、でそのまま怪獣にしてるだからなんかわかるかな佢話佢其實好中意動物啲咁其實想將啲動物變翻做可能啲怪獸啊或者啲即係特別啲嘅作品做翻做狼膠咁樣哦，咁啊，原來阿小口咧好中意動物嘅，咁啊咁啦，我都想真係俾大家聽一聽佢把聲。咁啊，咁啊問題咧就係、是，我想問下，其實佢對香港嘅 fans 有咩感覺咧？那個香港的 fan 咯，那個 image 話都那個可能就是，香港的 fan。初めて啊，もう個展もエンジェルアビーさんで何度もやらせていただいて、あのすごく熱心な。She already have two exhibits, yeah. two times, right? Yeah. Then so many people coming, yeah. then so many young people, also many collector, very, how can I say? とっても熱心。熱心わかる？熱心。熱心。わかんない。ひーちゃん。ひーちゃん。あれ、犬もちょっと。熱心は英語は熱心は、exciting, like very exciting collector. So many people love Sofubi. Okay. So that's very, we so all very appreciate about the farm. Okay. 他說因為他其實他來過香港兩次那其實佢每一次都會有見到一啲新嘅 collector， 咁佢每一次嚟都好興奮，好期待咁樣咯。係啦，咁頭先我再聽到咧，佢都話好 friendly 啊，香港啲嗰啲 collector 好友善啦，咁啊即係好中意啲產品啦咁樣啦嚇。咁啊，再問下啦，咁啊，既然嚟到香港咧，啊你褪咗嚟都好啦。既然嚟香港咧，其實你會唔會考慮創作啲比較有譬如中國嘅特色啊，或者係香港 collector 嘅？專有的產品。なんか今のアイディアの中で香港だけのキャラクターが考えていませんか？なんか香港なんか中国風なキャラクターとかっていうのは考えてますか？ドラゴンとか何か。そう中国風っていうの中国っていう感じでは考えてます。考えています。あの、not only 香港。China, for Chinese, she is thinking about right now.
因為佢哋有好多華人嘅粉絲，咁佢哋都想整一啲 character 貨翻啲華人咁樣。咁我都冇估錯啦，佢都好好錫啲即係華人粉絲啦。咁佢都已經諗緊、構思緊有冇啲係專屬嘅一啲嘅產品咧，係做俾啲香港嘅朋友啊 collector， 誒、中國嘅朋友 collector 嘅。啊，咁我哋會唔會嚟緊係大陸咧、國內咧咁多發展啦，會唔會考慮上去內地做展覽啊？啊，佢好似做過，已經做過㗎啦，做過多唔多？做過幾次㗎啦？哦，而家啱啱原來發現啦，啱咧，原來咧小亞歐咧上好多次內地做展覽㗎啦。咁其實你覺得內地嘅朋友，佢哋嘅口味同香港或者日本嘅 collector 有咩分別咧？香港超過佢多，香港多，日本多，反而好きな character は同じですか？まだ違う。日本と中国と香港って同じ。物を好きになったりしてますかねっていうことだと思うんだ。なんかそれってこう感じるものがありますかってことじゃない。やっぱ猫らですね。猫ら、猫がみんな猫が好きです。うん、あの、she feel, everybody did love cat, also good luck style. 佢哋中意。Lego 啦，嗰個貓個 character， 同埋佢哋比較中意啲招財，關於招財嘅顏色或者啲款式咁樣咯。係講日本嘅定係，但係內地三個地方都係，係、哦、啊。原來好得意喎！中國啦、香港啦同埋日本咧，都好中意類似招財貓嘅角色。亞洲嘅都係，都其實係啊。咁啊好得意，咁其實而咁佢真係開心啦。咁香港人咁中意招財貓，咁但係而家其實，但係啊係個形象係好似係咪即係其實講緊呢只咧？係啊，即係好似嗰一個 feel 嘅。係 OK OK。好，咁嚟緊咧，除咗貓貓，嗱，我哋見到今次係好多貓貓啦。其實佢有超過十個 character 裏邊，我想問翻阿 Angela 負責人咧，其實係咪唔止貓貓嘅？其實有狗、有柴犬啦、啊，同埋有隻係新 character 係好似只麻雀咁樣都有。會喺邊度見到？因為其實好多都賣曬，會唔會你哋鋪頭見到？通常。買完就冇㗎啦，同埋都係要抽嚟買，所以大家可以留意翻我哋個 Facebook 或者 Instagram 公布嗰啲咯，係。咁最後問下小歐咧，今次其實滿唔滿意今次嘅成績啊？那個今屆嘅話，那個計劃，那個resale，那個 new plan， so is it good or this time？ Yeah.Yes. あの今回ここに来て初めてだったじゃない。どんな気持ちですか。どういう感想がありますか。よくいやすごいたくさん。すごい人がたくさん人が来てもう驚いています。はい。どう方法では。じゃあご反映どう。She visited the first time. So so many people coming. Then people treat so nice. So we appreciate the fun.Will she consider to come again to Hong Kong? もうまた来たよね。咁啊，真係好多謝曬啦。OK， 咁啊，阿李吉多哥，謝謝曬啊。Thank you。謝謝。好，謝謝。咁係啦，我哋嗱，因為時間關係，我哋停一停呢度先。OK， 好。好，唔該曬。你之後再。好好好。嗱，咁因為我哋可能要 cut 啦，因為咧嚟緊我哋其實都要差唔多要去台上面準備嗰個。亞洲玩具頒獎典禮，咁要點解咁講咁慢咧？因為諗緊係咩名嚇，因為第一屆，咁啊希望咧講多兩屆就好熟噶啦，咁所以我哋都要停一停呢度啦，好嘛？咁一間咧，大家唔好走開，四點鐘到，我哋就會直播今日第一屆亞洲玩具頒獎典禮。咁呢一次咧有超過50個獎項會頒發嘅，咁啊大概圍咗一小時到啦，咁啊好多香港嘅牌子都會得獎，有啲好多設計師會得獎，咁所以咧中意嘅朋友記得唔好走開，拜拜。